已经过了15分钟，现在还在遛孩子呢，大雄鹰还在遛孩子呢，你看真的太辣了，这叫垃圾。哎，老板，你们这儿有没有饺子？没有饺子啊？买一个带过来，我给你煮也行。我们自己买过来，你给我煮好。啊，行，可以可以。那我们过来以后再点吧。这个叫马奇，走，去买饺子。36块钱买50个饺子。谢谢。50个饺子给你拿过来了，然后叫马奇给我们弄个辣一点啊。辣一点。辣一点。现在给他做啊！现在就给我做，来个大份就行了。能加啥？你这儿千叶豆腐给你们加一份吗？然后海带、木耳都加一份。海鲜末啊！千叶豆腐、海带、木耳都加一下。哦，饺子单独上的吗？给我们，椒麻鸡也给我们上一下啊！谢谢谢谢，尝一下，单独吃个饺子，谢谢谢谢。我看香的很嘛，你们这个椒麻鸡。啊，这家店也是好多人给我们推的呢，零食椒麻鸡，新疆的，昌吉的，以前昌吉。老板，你们以前昌吉的吗？对呀。哦，挺辣的。先吃椒麻鸡，然后再加下个饺子吃了吗？特别喜欢这种椒麻鸡香的这种千叶豆腐啊，海带。你们这带不带皮带面？带一点的。上一碗吃椒麻鸡不带皮带面，感觉奇怪的很。你们这个店多长时间了？10年了。你们在这个位置已经10年了？对。我居然在看都不知道。快吃快吃！我前面椒麻鸡可热。我们这个店都是特辣，那边有人点都是微微辣，你看，这是很辣啊。又在说一杯杯辣，挺辣的，挺辣的，他们的。吃了吃了，快快吃。嗯。开始出汗了。已经开始出汗了，大手一开始冒汗了。5块钱的料加的还挺多的啊，现在都是给海带加的挺多的。特别想念我在我们去吃那个味道，真的，哇，挺辣的，挺辣的。哇，哇。当时有人跟我说，这算是喀什最辣的椒麻鸡，我当时还没信。确实啊，在我在喀什吃过椒麻鸡里面最辣的就是他们家，好像。哇，加饺子吗？这是羊肉馅的，羊肉馅的。嗯，真的特别好吃，我觉得椒麻鸡汤的饺子绝配。皮带面再来一点，皮带面。他们家东西给的还挺足的哎，皮带面量特别足。辣板筋、椒麻筋不带点面的话，总是感觉缺点东西。哇，太爽了！吃吧，吃吧。吃饱了，这个绝对是我在喀什吃过最辣的椒麻鸡。你看，吃个椒麻鸡，我飞了半包纸在那儿。哇，走吧，把位置腾出来吧，到中午人都满了。走走走走走。老板，我们多少钱了？92吗？你们椒麻鸡70吧？对，椒麻鸡70。可以可以，浮掉了，浮掉了，走。